池塘听歌沾阳月光，水起飞扬灯火微亮，青天墨山之上，转眼千丝絮千行，举杯邀月长尽惆怅。红藤花落满客窗，染红了一地的雪霜，乱香芦回了过往，却到不了你的身上。尘封中不回响，看着老灯火通亮，燃指过往谁在躲藏，至少那一起白衣爱似你归来，梦里花落红似海，摘一爱爱一朵又散开，总放过爱情来，想再次重来。喂，放开我，我又没有做错，凭什么赶我走啊？放开我。慢着，看吧，剧情套路又来，总得有人欲擒就没的。司总，如果真的要把假货发给客户，那四爷的直播间就……我就是不想让他做什么带货直播。今天的直播内容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红毯妆容还有高定礼服的选择。说那个假货案到底是谁在整我，对家还是自己人？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答案的。大小姐，受假货事件的影响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的直播间没有卖过假货。啊，对不起大小姐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如果今天再让我看到一条负面新闻，你就给我滚蛋。参见米小姐。我痛死我了，放开。哦，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米小姐，里面这位才是。参见米小姐。这是怎么了？回敏小姐的话让您受惊了，这是东里府装书局刚被淘汰的侍女在这撒泼耍横呢。明明是你们巧词多理。早就听闻东里城装书局是美妆界的翘楚，今日一看果然不同凡响。这是我丫鬟特意为我画的刚在波斯盛行的金箔妆，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儿撞了个正着。小姐，仔细看还是有些区别的，不过无论他师承何人，都只不过学了些皮毛吧。小女不才，如果因为技艺不精而滚蛋，心服口服。但是他们观念老旧，认为什么女人化妆化得太美是一种罪过，还说不能比主子美。如果你们主子是个丑八怪，那圣女岂不是要毁容啊？你们就放了他吧，怪有趣的。那既然敏小姐都发话了，
就给这丫头再一个机会吧。今天开在敏小姐的面子上，我暂不跟你计较，但你以下犯上为实，评级为贬。这丫头你认识啊？没什么。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哎，算了，是你 NPC 长得都差不多。你看看你呢，我花多钱了？哎，刚才那个小姐是谁啊？可多亏了她。你居然不认识敏小姐？那就好。她呀，可是当年帮城主平定北渊大乱，敏将军的独女。哎，听说这次来是来跟少主们相亲的，说不定啊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少城主夫人。这才是主角正确打开模式吧？我不会被那个杰克骗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都摘干净了吗？好香啊！桂花的。华总管，今天多亏了您在崔上宫面前帮我说话，不然我这评级可能就不保了。哪里的话，你的化妆技术本来就不差，况且我和胡家多少有些交情，不然也不敢贸然开口。我今天也是被小人所陷害，不然这饼等都不知道要分到哪儿去了。我这进了府之后，我可就都得仰仗您了。我说这个胡莹怎么敢这么嚣张呢？感情是找到靠山了。谁？果然，人到哪里都少不了攀关系。你吓死我了！正好，我问你啊，在这个游戏里，我有多少钱啊？零啊！没钱怎么攀关系啊？为什么我的钱还是零啊？我爸进来的时候没给我充钱吗？还是说被你们私吞了？思妍小姐，我们是唤醒系统，不设充值功能。不过这是一款自由度很高的游戏，玩家可以通过刷副本来赚取奖励和钱。留在驿站市集游玩，选择留在驿站将继续您的主线剧情，或者市集游玩将有机会展开支线剧情或隐藏任务获得奖励，两条路线分别代表不同的游戏路径，请您谨慎选择。刚才那么无聊的考核我都过关了，没啥新手奖励。手有余粮心不慌，我去赚钱。上回书说到北渊大战尾声，七少主轻信密报，带1000骑兵围追堵截3000北元兵，谁成想3000变30000，七少主成了瓮中之鳖呀！关键是3000谁来的？东篱少城主齐观腾啊，单枪匹马闯入敌营，搭救七少主，那场景何其惨烈悲壮，最终万箭穿心而亡啊！少城主命丧黄泉，最可怜的莫过于敏小姐呀，之前跟她定的娃娃亲呢。哎，这不要守寡了吗？真的是。为了弥补对敏家的亏欠，城主下令让敏小姐从少主们中挑选一个合心意的夫婿呀。这敏小姐好大的排场，竟然还挑选少主。你是不知道敏小姐是谁，那是敏将军的独女。二夫人是他的亲姑姑，闵将军镇守北境多年，连城主也得礼让他三分。府里几位少主若谁是做了闵将军的乘龙快婿，悬空多时的少城主之位
可就有望了。咱们这几个少主啊，都是个顶个的不一般。少主，您从江南订的这几匹丝绸到了，这是十几个绣娘七天七夜赶制再由快马送过来的，绝对是一等一的佳品啊。辛苦，还麻烦送到我府里。多谢少主。破九弟一掷千金啊，真气派。不会是为了那个谁吧？小婉，我刚从江南把小婉接过来，旅途劳累又思念家乡，既然进了我的院子，我可不能亏待了他。旁人不知情的还真以为你是大庆圣母，你府上现在几位可没这个待遇了吧？小心内讧。那我该如何做啊？后院之事我可管不了。亡物丧志。五哥，怎么不见七哥？去驿站接人了呗。哦，听闻老七巡车巡到一半就急匆匆的去接闵将军的女儿，好歹也是东篱七少主，何必如此献殷勤？怕是有人想献也没机会吧。你，哎，大哥，玩笑话别当真。五哥，你说七哥是真的想娶蕊儿姐姐吗？想不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不过你来做什么呀？父亲不是说你年纪尚轻不急婚事吗？多年未见蕊儿姐姐，一起吃饭叙叙旧，倒是五哥那么多红颜知己莺莺燕燕的，来这里瞎凑什么热闹？哎，红颜美人谁不爱呢？油腔滑调，吊儿郎当。大哥，这你就不懂了，我这叫放荡不羁。不像话。哎，哇，这么热闹啊。这些人都还挺逼真的嘛。我喜欢大少主。这不是那四位少主吗？这四位少主的带货能力堪比我美妆博主吧。你说我都来到市集了，这任务在哪儿？石桥遇险。您不是在寻找隐藏任务吗？怎么还绕开任务了？怎么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还有你这身衣服出现在这里也太奇怪了吧。游戏里的 NPC 是看不到我的，您初次进入游戏还需要引导。他们都看不到你啊。嗯。哎呀，这个石桥遇险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谁知道会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。他怎么又到我脚下了？他怎么自己还会动啊？人呢？你帮帮我吧，有个负心汉抢了我的东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事儿。姑娘，你帮帮我吧，有个负心汉抢了我的东西。我不都说了我有事儿了，你听不懂啊？姑娘，有个负心汉抢了你的东西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姑娘，你帮帮我吧。这该不会就是任务吧？我可算找到你了，那个负心汉在哪？他抢有什么东西？我这就去打他。我现在带你去。好。
人怎么还没到啊？看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就看快到了没有。主子，您真打算跟闵小姐相亲啊？嗯，确实，也算了了大夫人多年的心愿，而且啊，也让其他少主们断了念想。少主这般俊朗，真要娶妻，不知会让多少姑娘伤心啊！废话真多，实话。若是你的索取和期盼，仅是一张皮囊，那岂不是最好满足的事情？不愧是主子，深明大义。石桥啊，那个混账负心汉不仅玩弄我的感情，还打伤了我的腿，抢我娘那遗物送给他的相好的，真是个臭男人。你看，就是那辆马车啊。对，行吧，来都来了，你等着。那辆马车后面的那个人，哪儿来的刁妇？哪来的你不知道吗？给我！干嘛呀？人在里边，拉我！给我！跟着闪开！为了我们主子的好事，唯你是问。你这个臭男人，哪来那么多话？给我！演的不错，给你加钱。什么鬼啊！给我！大家快看啊！光天化日强抢民男！你这个臭男人，不要说那么多话！给我！哎呦！快追啊！等等。原来正主在这儿，最讨厌你们这种拈花惹草的富二代。还给我！不给！来人，抓住他！别跑了！我认错人了，你不说那个马车里的人吗？别动！我说马车后面那个人啊！你要是不还给我，就送你去衙门。啊！哎呀哎呀，大人，放开！你大人有大量，不松手！干嘛？放开！放开！都是我的错！放手！放手！住手！你们要在这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扔下去！哎，等等，你们都往后退！二哥，二哥！
这游戏不会让我这么赚钱吧？少主，我们肯定要过去。算了，游戏嘛。我也不忍心，救命！少主，快点！老娘拼了！全车的啊！那他是谁呀？大伯是死了吧？主子，主子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主子，快叫捕医！无畏，他死了，我小金彩票是不是没了？他说死了，你们都得陪葬。陪葬？主子，得不到钱还要陪葬？哎，你起来。管用吗？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应？没有，没反应。那人工呼吸，你把他下巴抬起来，捏住他的鼻子，深吸一口气往嘴里吐，捏住他的下巴，啊，捏住他的鼻子，深吸一口气，往嘴里吐啊！怎么吐啊？哎呀，你起来，我给你换。快，你做那个。什么鬼游戏？套路本小姐的初吻啊！哎呀，醒了！哎呦，真的呀！是，你看，他醒了，我的钱呢？钱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，不是，我救了他。喂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怎么你想救命啊？好像胸口被人打了一下。没，谁敢打您呢？这也太慢了，我妆都补了三次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我这不是好奇吗？哎，来了。蕊儿给大少主见礼了，有礼了。本该直接去府上拜访，还劳烦大少主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快，上礼。咱们还是赶紧去议会楼吧，其他哥哥们也该等急了。请。这大少主话怎么这么少啊？真是惜字如金。来送妆奁的，怎么会是他？进去。选一个吧。刑具之难。
不选。不选，由不得你，快选。嗯，我选，我选还不行吗？这个应该是挠痒痒用的吧？这个，我选这个。你确定要选这个？嗯。不就是挠痒痒吗？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这是什么？不是说好挠痒痒的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喂，大哥，大哥饶命啊！大哥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就把这程咬金都删除了。住手！啊，华总管，反了吧你们！这东里府的预备侍女你们也敢碰，弄得这么狼狈，叫我回去怎么交差啊？华总管都说话了，我们自然要放人。只是有人临走时特意嘱咐了，要让他受点皮肉之苦。华总管。他把七少主推到水里了。嗯，华总管还不大刑伺候？是。华总管，不要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救命啊！要被人救救了！等等。嗯，住手！哎，今天的事全都是因为我。姑娘是个好人，放着我姑娘一马。哼！行了行了，再怎么说，这个丫头也是东里府的人，就交给我带回去处置吧。是。刚才可多亏了你，都怪我。怪你做什么呀？明明是他先始乱终弃，可惜没帮你讨回母亲的物件。已经要回来了，姑娘你有所不知，那位负心汉被当作盗贼治罪了。真的？这银票还挺厚。听刚刚那些衙役说你是庄书局的侍女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方子，或许对你有用。方子，你没带齐。辛苦了半天，又是落水又是挨罚，就给了本破书。都怨那个富二代，别让我再看见他。走啊，还没在衙门待够呢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少主拿着白玉妆帘去接的敏小姐了。七弟可好？一切安好，敏小姐还有劳大哥了。既然七弟不便前往，那就让做大哥的替你跑一趟吧。好啊，好，看看你们干的好事。原本好好的，没想到突然横出一疯妇，才害得少主掉河里了。要是大少主从中作梗，我看他分明是打定主意半路劫道的。这是他想劫就能劫的吗？怡儿现在情况如何了？只是略受风寒，已请御医试过针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河水不净，少主好像又误食了几口，服下药后歇下了。把敏小姐接到旁边的静心阁住着吧。多派些人把守。是。走，看看怡儿。你继续跪着。
母亲。不必了。是儿子让母亲失望了。亲事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得罪闵将军。怡儿，这东篱看似太平，可一旦……所以我不得不为你做打算。你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盟军。母亲为儿子付出了这么多心血，是儿子一时鲁莽，没有考虑周全。罢了，这次也只能如此了。你好好养身体，再过些时日就是赏花宴了，到时候千万不能再有任何差池了。儿子心切。你休息吧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思妍今天竟敢将七少主推进河里，还被关进了大牢。也不知道他是蠢还是傻。胡言，你别这么说嘛。看来他不是什么善茬。真晦气。思妍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陪你睡。没事。给我腾出这么大的地方，正合我意。哎呀，第一次睡这么大的大通铺，真不错，真宽敞。快子时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咱们也早点睡觉吧。这才几点啊，就睡觉？换做以前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呢。哎，蓝淼。你府里有没有认识的什么熟人，疏通疏通关系，好升个等级什么的？蓝淼，蓝淼，这就睡着了？你们这些 NPC 真简单，打更就睡觉，难道几打鸣就醒了？不过我这一天还挺刺激的。又落水，又被关进大牢，还要挤在这种大通铺上面。我以前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啊？今晚怎么没月亮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啊？只要思妍小姐顺利完成任务，相信一定会醒来。吓死我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神出鬼没的？你怎么换衣服啦？你之前不是觉得我的打扮很奇怪吗？现在可以吗？哇，这么多衣服啊！您看看喜欢哪套？这个。这个颜色不吉利，不行。这个好，哇，这个好看哎！哎，你穿这么帅，可惜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我原本也是为你一个人穿着看的。你老杵着干嘛呀？过来坐。看来全世界啊。就你对我最好了。思妍小姐，对您好是我的使命。怪感动的。下来。我竟然摸不到你啊。
原来管家是不可触碰的。我是您的管家，是由数据和代码组成，也不是剧情中的 NPC， 所以无法融入这个世界。这么帅的管家，看得见却摸不着。回去睡啦。你要打鸣吗？现在不行，我还没睡呢。喂，还挺灵活你。哎，别跑！你站住！别打鸣了，我还没睡呢。你站住！没地方跑了吧？哼！把你嘴给绑上，看你怎么讲。说今天早上打您的鸡丢了，所以啊，大家都起晚。华总，我真生气呢，你可千万别惹他。一会儿到了地方，听到名字，领了牌子就进去报道。记住，你们虽然在不同处当差，但仍属庄书局的侍女，固定每月一例考，例考合格则会升级，不合格就会被降级。如果连续三次例考不合格，即被遣送出府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启然，你以后就在大夫人常德阁处当差。谢谢花总管。进去报道吧。蓝淼，绿华阁二夫人处。喊你呢。无影。谢华总管。思言。我就说我一定会进庄书局嘛。往哪儿走我就往哪儿走呗。你跟我是去一个地方吗？思言，你看清楚牌子了吗？养蜂处。Thank you.
根基都看不住。别动。醒过来，几只麋鹿围绕来，推开门光耀眼闪过的白，我们能否重来？阳光折射后面大云不在，烟火人间仿佛吹过人海，多少路人行程匆忙离开，落下沉溺裙摆，我闭上眼睛坠落大海，像落下晚风迷雾散开，无数个夜晚星辰多彩，今日像你几分沉入云海，落日余晖是醉，落下雨尽于爱，宇宙穿越时空至未来，纷落海底尘埃，身无边的不在，烟火人间仿佛吹过人海，多少路人行程匆忙离开，落下沉溺裙摆，我闭上眼睛坠落大海，像落下晚风迷雾散开，无数个夜晚星辰多彩，今日像你几分沉入云海，昨日余晖是在星辰落彩，今日像你几分沉入云海，昨日余晖是在落下雨尽于